11-14，中国队落后3分。郎指导申请暂停。这次比赛呢，哎，先看这个，先看这横幅啊，强将手下无弱兵啊，而中国热情的球迷。这次比赛应该是在日本举行，中国和美国在复赛里边就相遇过一次，当时中国队是3-0横扫美国。最后一场，中国队又以3-1战胜了俄罗斯，相当于中国队啊是把美国队拉进了六强。当时很多媒体和球迷都认为啊，中国队是放虎归山呀，不应该救美国队。没想到咱们中国队啊是没有金刚钻哪敢揽瓷器活啊。那届比赛呢，中国女排是2胜美国，但是啊，不幸的是咱们也2败给意大利。张常宁发球，这是咱们的强轮，前面朱婷负责进攻，后面张常宁负责防守。哦，希尔掉球了，哎呦喂！现在这希尔跟那个拉尔森呀，可能年龄也大了是吧？将近30岁了，这球越打越精啊。好，希尔发球。袁心玥被飞啊，傅才是判了美国队出网，13-15。袁心玥发球，拉尔森的强攻，拉尔森跟希尔啊是左右开弓啊，轮番轰炸。亚当斯这个掩护啊，把闫妮给晃了。闫妮再去协防的时候已经晚了。那边拦拉尔森的呢，只有丁霞一个人。阿金拉德沃发球，朱婷砸的，顶起来了阿金，再给朱婷，哎呦，这球没穿好啊！好球，朱婷是变被动为主动啊，这网篮呢真脆，砰就砸地板上。看着啊，这球揽的多漂亮，洛维的强攻，朱婷的拦网，丁霞发球，哎呦喂，这局咱们发球可送3分，还落后3分，美国队又换回来了，罗伊德和莫菲回来，罗伊德发球，朱婷反轮砸的，好球，15-17。朱婷发球。好发球，美国队直接垫过网了，攻向鱼反击。拉尔森又掉球，这拉尔森现在真是成精了，美国队已经掉好几个球。拉尔森发球，顾翔宇强攻被拦回了，再来给朱婷后攻，哇，好球，还得是朱婷啊。啊，中国在这换上红原，换下闫妮，红原的发球有特点。张常宁
刚才掉了一个四号位高球，希尔被拦回。哎呦，这个球啊，这分丢的实在是太可惜了。这莫非实际上是一个过渡球啊？小胡啊，咋整的？咋防守的？这是？亚当斯发球，一传又不好。哇，这球反应快呀！丁霞的反应真快，又掉球，朱婷后排发力，拉尔森给顶起来。哎，这一下出去，这希尔扣球出去。好，美国队挑战。挑战是触网，没触网，没触网，挑战失败。墨菲强攻，好球！又是一个盖帽式拦网啊，直接一脆篮。那墨菲被拦了好几个。张传景拦，啊，这是美国队申请的暂停，中国队18-19还落后一分。龚翔宇继续发球，嘿，这个背快球打得够快啊！哎呦，真牛掰呀，张传景。张常宁这个困难球打的真是解气呀，真提气，一块对块，真厉害，就跟这看着过瘾啊，就得这样捋他。打美国队千万别客气，一个美国队一个日本队，必须得往死里打呀，能赢3-0绝对得不赢3-1，能赢25-0绝对不赢25-1，打他个口吐鲜花。啊，龚翔宇第三发，拉尔森一传一扳，希尔又掉球，倒三角，朱婷发力漂亮，朱婷真厉害，朱婷太厉害，中国队完成反超啊，打了一波4-0的小高潮，现在是20-19，领先一分。这要是美国队申请的暂停。龚翔宇四连发。希尔自接自扣，哎，这次打成了20-0。阿金那个掩护又把小苹果给晃起来了，哎，那边又形成一方一，丁霞去拦希尔，那哪拦得住？中国队现在是前排两点攻，无论是攻啊还是防啊，都比较被动。得扛啊，扛过这段时间就好了啊！反应够快，二反应，嘿，漂亮，张常宁啊，行，张常宁的进攻还是可以，令人放心的，值得信任。直接切了一本斜线，小斜线。中国女排的队员打球真有激情，一个个。张常宁发球，哎，这个到中国队得分收比赛的时候了啊！给朱婷吧，抡他，好球，22-20。朱婷回归四号位，就是来收个第一局。张常宁第二发，哎呀，出界。希尔发球，得礼尚往来，希尔还可以啊，还算有点礼貌。23-21，
中国队领先。哎，换一下胡明远，换上闫妮儿，加强联网。袁心玥发球，然后美国的一传出网，哎呦喂，阿金这一下子好嘛，瞅等来呀，吓我一跳。希尔的后攻，哎呦喂，23-22，美国的用威尔海特换下了阿金，看威尔海特的发球啊，果然啊，发球带手成功了。朱婷调整功，呵，架不住朱婷的根能力强啊！我不用一传到位，直接打调攻。他美国队的三人拦网，依然没有封堵住。中国队是24-22，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，两个局点。最后一攻还是给朱婷，让他收了。丁霞发球，好，美国队一传不到位。拉尔森强攻，呵，闫妮上来给收了，闫妮拦网拦死了。这样中国队以25-22率先拿下第一局，总比分1-0领先。